哇，呵呵，果然很不一样哎！难道就长得像阿翔？好了，接下来有剧情哦。妈妈给你打了一笔生活费，你不要节俭，金钱加100，我们之前都是扣500，体重又减1公斤了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去校门看看，应该是硬挺归来了，对不对？各位想要去打工，还是要看校内公告？选一个就好。来，我们先看一校内公告，也要跟劳逸结合，注意身体健康。就这样，和许月吃饭，金钱减300。你家的修整终于完工了，现在该是苦恼怎么把这个惊吓传给爸妈。好，来，让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。各位，金钱加1000呢？啊，这个都一样，那你们要选哪个？我猜你们选金钱加1000，好吧？就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再跟我们的男神，因为之前有人说他们已经看过另外一个了，那个硬挺的结局哦，所以我们就变成说，我们先往男神这边，而且真的在之前的前两集哦，真的看到男神那种所作所为，真的非常感动，好吧？我们就继续冲，然后再偷偷再写一封信给硬挺，好吧？看看会怎么样。好了，自从陈茜茜退学之后，徐轩变得更加沉默。虽然行李放在宿舍，但人不存回去，那去哪里呢？这教室也躲来躲去，变边缘人了，怎么办？对，这个游戏还没有完结，对，一起回宿舍吧。不去，我要回家。杜，是吗？还想让你帮忙？叫他两条船，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。好吧。哎呦，他要搬了是不是 ？OK， 是要寻求你协助了。现在找事情让他那个做，让他不要一直去想说那些事情哦。冲男神就对了，虽然嘴上抱怨，蹲下来收拾。OK， 跟昌明一样。谢谢明星，谢谢。哎，少明，谢谢。昭明，时间晚了，好吧，变得灰尘仆仆，汗流浃背，坐在地上不停的扇风。目前只到大学，好，没关系。如果之后他还没完结，我们就再找一个新的系列来玩，好不好？辛苦啦！你傻、啊，我只是想过让你不要把我事情说出去啊。其实我们根本不会想去说啊，对不对？不二，徐炫肚子却反对主人，咕噜咕噜咕噜叫出来了，笑了。第一次听到这个下雨的笑声。不准笑！我觉得他们这样慢慢的就会变好朋友。来了，谁来了？谁开门了？长明，亲爱的，我回来了，看我给你带好吃的。哦，肚子又叫了。够的，还好了，大家愿意看。许轩生动起来的脸庞 ，OK 了。所以大家慢慢的，他已经敞开他的心胸了哦。OK， 忽然搬来一些杂物了。好，高考倒数计时啊，注意智慧跟体重。好不好？智慧应该是够了吧？还是要65啊？体重应该也可以了，不然我们再念个书好了。再念个书。好了，来了，最想看的就是这个了啊！教室里十分安静，只听见刷刷的写字声。班主任过来了，到底要说些什么？大家把手里的笔放一下，听我说。距高考这7天了，各位剩7天了，是要到70哦？要到70吗？我忘记之前是说到多少，我记得好像60还65而已吧。下午拍毕业照 ，OK 了，各位，我们高三要毕业了耶！没想到我们玩到这样子，看杂志加才艺之类的，男神应该可以了吧？好了，我们来下来拍毕业照了，大家都已经列队了。OK 了，看一下许轩，他就这样子，这一号是，对，之前我记得是60啊。哇，哎呦，哇哦，哇哇哇！是哦，收集到一张新相片了耶、yeah、！OK， 来了各位，高考没有彩排，好不好？高考没有彩排，人生不能重来。哇，这句话讲得好好哦，这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。如果我又 loser 掉了就不行了。高考的题目难度提升，建议存档。各位，靠你们啦、啊、各位，因为高考用快速通道，不然会一样的剧情玩，而且会错过很多剧情。好 ，OK， 参差不集中的是差还是猜？猜，得了得了，恭喜大家答对了。以上4字成语中哪个成语没有错别字？迫不及待，错了，这个带错了。两小无猜，好像对的。国色天香，错啊，这个不用问你们。得了得 ，OK，math，
圆的周长计算公式应该是，哦，这个好难哦。第二个是面积哦，啊，出牌啊，完成了。第二题，一筐苹果30元，一筐梨子20元，请问四筐苹果五筐梨子多少钱？120，220，对不对？220啊，这个我自己回答就好了。这国小的吧，应该是英文字母 U 后面应该什么字母 ？A B C W P Q S T U V 啊 V， 这个我自己回答就好了。哪个单词分类不属于水果 ？Apple Banana Book Book， 这太简单了吧？啊？OK， 半个月要公布。好的。时间过得真快哇！各位，我们3年就这样子过了。我们这个影片拍了大概有20集了，对不对？哦，20集其实还蛮久的，一个礼拜一集，我们花了很久的时间了。好了，军训、校园晚会，军训是一开始的时候，对不对？马上要离开学校了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你还哭着上脸，该哭的明明是我们这些学渣。就算你发挥失常，一本学校。也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很久哦 ，OK。轻轻拍徐轩的手臂，去大学了，记得不要再这么牛了。各位要去大学了。其实你看下雨真的很棒哦，就是在这种要离别的时候的感觉，还是可以这样子深深的安慰人家这样子。OK， 哎呦，他塞了一个小纸条给我们，我们来看看。我的电话还有，不要来找我。那给我们电话干嘛？看他改掉毒舌的习惯了，不过让徐轩一打岔，自己感慨的情绪冲淡了许多。OK， 我们要回去我们的老家啦，返乡啦，在 W 县度过了一个悠闲与和其乐融融的度假生活，没有在 S 4买房，错过了告白的剧情。可恶，我们没有告白剧情哦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时间飞逝，很快来到了公布高考成绩的日子。来了，怎么做？登录网址 ，OK， 靠谱吧？老师也不知道，我们其实比他还紧张。打开网页，哦，慎重输入身份证字号，查询，语文145，数学150，英文142，综合280，总分717。红色哎，红色是怎样？717分，好还是不好啊？总分750，状元703，哦，那应该 OK 啊。OK， 电话来了。老师打来，我是唐老师，是我。这次高考717成为我们省的文科状元了，哇！电视台记者面向学校进行采访，这记者怎么落榜？真的假的？未央快速只有两个男主角就不会出现，真的假的？所以记者还要来采访我们呢。OK， 赶快看看 S4 的状元，真的，女状元啊，太厉害了！拍拍你们的肩头，十分感到欣慰。好了，第二天从 W 县回来学校了，我们接受记者的采访。对你采访只好作罢，心中有遗憾，但不影响你好心情。看到挑志愿时刻，各位要挑志愿了，啊，晚了呢。哦，从高中篇完了，大学篇预告，以省状元的头衔进入大学，下雨备受瞩目，但你并没有将所有精力投入学业中，而是另辟蹊径，走出属于自己的瑰丽人生。大学设计爱情事业学业十分丰富，放心购买。购买过大礼包的不需要重复再花25朵花，只需要花5朵解锁。好啦 ，OK 啦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已经把高中解锁了，高中玩完了。有观众西决西说，我们必须开我们的那个快速通道，所以我要从哪一个啊？备战高考，剧本风波，高中开始最新剧情，从备战高考。有啊，这要花钱呢，不然怎么玩啊？选一哦，四驱时尚 S4绝对，早点回家。好了。哇，果然很不一样哎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我觉得，如果我们说从一开始哦，要来住到这边，真的非常不容易哎，对不对？
所以真的小说影响很大呢哦。所以一开始那个叶谦写错就差这么多，哇！来看看看看，哦，好漂亮哦，超高级，成绩出来就知道了，成绩不会太差了。赞哦赞哦，果然是土豪。OK， 不看电视就算了，用电用水是要浪费。哎呦，爸爸也这样子，差好多哎，差好多。好，跟小敏告别了半个月，再次在 S 重聚，整个剧情差好多。开心告诉你，他们家即将搬到 S 4，哇，又可以跟长敏一起了。作为经验者，你获得了陪小敏采买必需品的任务。好 ，OK， 来吧，来逛逛街了，各位。家已经装修好的二手房，所以不用再购置家具啦。不习惯想小电器啊，生活用品要自己买。是给电视，好，都听你的，都听你的，都想把"胸大无脑"这几个字送给你。胸大无脑，胸小无脑，我选择前者。对啦，大一点哦。好，逛到黄昏了，手推车满满的了，少杀青扣，好多、哦。一招回到解放前。哎呦！店员蛮漂亮的哦，花费超过2000元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哦。OK， 各位要抽奖了。只见商场摆着一个圆形的抽奖轮，这个让我想到 Tower Unite。好了，各位我们要按哦。凭借着购买2000元的这个小票，即可参加抽奖的活动了。OK， 我们一等还会送出，赶快来积极参加大奖抱回家吧。我要抽奖。好，来吧。哎，如果抽到大奖多好啊，是不是？倒吧，店员啊。好 ，OK。长敏说他的运气呢，要让他自己抽呢，还是我们帮他抽？一，自告奋勇，我们帮他抽；二，鼓励他抽，自己抽。那我们就选一喽，好吧？一比较多，来吧，自告奋勇。来了，来了，那我们的下雨抽，点取抽取按钮就可以进行了。OK，Touch， 转了转了转了，箭头停在一等奖，一等奖，太好了太好了 ，OK， 特奖哎、欸，他嘛带走，哎、欸、我把那个聊天室拉过来旁边一下，好不好？对你们多好啊，都给你们福利、啊、，OK， 我们应该有中了很大的大奖、哦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阿姨来了，阿姨来了。说一等奖是4人3日游的海外旅游大奖，哇哦！上了大学又可以出去玩，太棒了吧！我们毕业旅行终于可以实现了。恭喜两位豪华家庭组套餐，188元的家庭用品可以使用。若一开始就说这个奖励，你们怕这开心找不着北了吧？经过阿姨的提醒，现在你们确实有些疑惑跟失望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是1888的电器用品，你听错了吧？那么多人作证，怎么会听错？你们若是商场不想送，大可不必做这种活动。哎呦，因为已经小失使用幸运值，你看因小失大。主人听说是两个年轻人就让自己的谎称奖励，只没想这么难对付。主人，骗子啊 ！OK 了。虽然地点变了，但也将3天4夜变成5日6晚，哇，反而更好啊！旅游在此，两个女生未免太过让家长不放心，于是叫上了。OK， 红兵哥，李敬轩，哇哇哇哇哇，哇哇哇！哭笑不得，小米两个箱子，我们只去4天，把衣柜都搬来了吗？好，继续看，美女记得订单吗？吼、哦，她其实也很漂亮。女生真是麻烦，对，好奇怪哦。好吧，准备搭机了，准备搭机了。气候温差大，好，果然是心机 boy， 我又输了，还好准备，赚到了，赚到了。哎，各位，这个让我想到 ，OK 了，哦哟，帅哥哦。应庭哥吗？小敏东西太多了吧？我们撞到了，撞到了！哇，换了衣服，果然很帅耶！哦，对对对对对，
林婷，糟糕，我还写了两封信给他，一年没见，看不到我不表示点什么？发丝的热吻有个热情相拥吧。走攻略告白路线需要专一哦，好不好？需要专一，不能再像我们脚踏两条船哦。来吧，各位，怎么办？其实很多人都喜欢把那个硬挺啊，因为他当初真的是太有魄力。好 ，OK 了 ，OK 了，好，我们就犹豫吧，我们专一。看了眼静轩，犹豫的没有上前。为了看剧情，只能这样子。看到你的脸皮还是一如往常，我就放心了。OK， 他该不会从军吧？老大，老大、啊，嫌弃的把他的大脸推到一边，口臭，离远点。余光看到这表情，心都冷哼，自己不在，小日子过得挺好的。点点点，时间快到，走吧。其实这样还蛮感伤的呢哦。对啊，宫南神只能选了，没有挽留。他其实也还蛮大气的哦，机舱内的，可我们要搭飞机了。这一集好多新场景哦。雨饿了，四个小时之间，你要不要吃点什么？一杯咖啡。这是声音。哎呦，他自己也来了啊！燕婷哥自己也来玩，怎么跟来了？哎呦喂呀，治好了瞧身旁的白衣男子。你染色比较好，都可以啦，我觉得都可以。轮不到你了。哦哦哦，好抢手哦。平静的选择了闭目养神。哇，闭目也这么帅啊！好了，飞机又过了。好了，来到了飞机场啦。哇，五个人都到了。哎，这个公交车站好熟悉哦。哎，好帅哦。森林旅馆住这个超级豪宅啊。OK， 怎么还跟着我们？所以他自己也订了一间就对了，有钱真好。OK， 看来一行人到底谁跟着谁啊？而且他怎么可以马上就定位？太厉害了吧！傻米，谁让你把夏雨从机场拉走？我们老大没什么优点，就是记仇。轩哥八九战斗，注定不平等的毕业旅行就这样开始了。谢谢大家收看，好不好？如果喜欢影片，喜欢的频道，记得帮我个赞、订阅，随时按下铃铛追踪我的开台动态。我们下次讲故事再见哦，好不好？那这个剧情还没有完全结束，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玩到后来已经拉上它的剧情的部分的时候，我们会再玩一个新的部分。拜拜，拜拜。